大爷，现在还有一什么呀？啊，您看这个这明星啊，挣钱太快。明星啊，啊，人家有能耐，人家有能耐，人家有好嗓子，啊、这不是是吧？嗯，哎，人家长得漂亮，知道吧？没错，哎，嗯，是不是？是，你看看，你看，人都买飞机了，啊、哎呦，哪个科学家买飞机了？没听说？没有啊？还没有？嗯，是啊，知道吧？而且那个不是刘老根大舞台开在那哪儿吗？对，那个像那个开在咱前门，哎，耍耍嘴皮子啊，哎，露露丑，是吧？还多挣钱，是科学家，你像上天了啊，你像那个买飞机，没错，应该买，对吧？真是，你要买就买导弹了，共产的，是不是？哎呦，那您这真是，啊，要不然不是露露脸什么的，都挣一个多亿吗？那你说我们老百姓说话不管用，那您也说说也管用。那是上边的人给他捧起来的。哎呦，那你说是不是捧起来的啊？没人捧他能这样吗？那没错啊。哎，是，伙计，明儿你一号啊，一号。行，明儿你一号，明儿你演电影演一号。我演不了，你得出，你说你得出血。啊、不出血演不了，真是、哦、出血得有内部，得有内部的，哎，对，那得出血，哦，还得带投资，得带制片人，哎，带制片人，哎呦，是啊，那等于没录还演不了，出点钱吧，啊，你像范冰冰啊，多名气啊，长得又俊又漂亮，真是，嘿，那挣钱能少得了？不让演了，啊、钱也够花了，人也挣够了，那真是，嘿。真是，是不是挣够了？也就是现在这演员还都成这样啊，就是这是以前的演员，我记得我们年轻时候小时候的演员，没有拿这么多钱的。那是啊。没有，那都是国家也没让他们拿，也没听说。演员拿那么多钱。啊，那演员都是那个啊，没有听说那时候的演员。啊啊，挣工资也没有这么拿钱的。也比啊。这么拿钱也没有这么拿钱，真是。他挣工资也是他的演员嘛，你人民剧院什么人民艺术剧院都是他也拿工资。他们也领不了，对。凭什么现在就一下子就拿这么多钱了？我叫你们干这行，没错没错。啊，这也是你国家让他拿这么多钱，以前国家也没让他拿这么多钱，人家就拿工资，人也活得挺好。真是，就是怎么问问也不问问，那为什么现在就成这样了？打不住就往上涨了，钱可了不得，是不是？做什么贡献了？是。